你现在到底方不方便呀？我们就见一面吧。我也太失败了，到现在为止也没能把你搞定。我是河北的，93年属鸡的，身高165，体重60公斤，现在还是单身一个人。我观察你很久了，其实我真的很想泡你，可是我又不好意思问你到底有没有老婆呢？你到底在哪里呢？不管你是现在做什么的，如果说可以的话，我都可以去你那里找你，跟你一起打工过日子。如果说不合适的话，我们就好聚好散，互不打扰。你也可以来我这里，只要你来我都有空，因为我又没有老公，我随时都可以走得开，就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呢。如果说可以的话，你安排个时间吧，我们就见一面。我等不及了，也耗不起了，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给到你。我也是一个人想找人排解孤独才注册的，就是赶紧点击左下角这个蓝色小方块，下载这个畅聊 APP。 畅聊上有很多单身男女朋友，不用加好友也能视频聊天，同城见面。想找对象的赶紧点左下角试试吧，我也在里面等你哦。